然后我们就沿着楼梯上来。哇，是能上来吗？哇哇，这是全部的一个木质的结构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应该是枪炮吧。这怎么是一些石头？哇，在其他是没有这个声音。这栋建筑全部是木头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观。